赖副应援团来了，分解动作手把手教学，赖清德和立委提名人合拍宣传照，人人有备而来，还有神秘嘉宾。赖副那只好可爱。抱着三个月大的小猫，不时低头看看这位小模特。赖清德超小心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倒是各种爱心一比就上手。女力合体展现活力，赖清德配合度超高，但也不是什么都难不倒他。食指中指怎么不受控啊，这款的爱心赖清德有点卡卡的，幸好还有基本款的。穿上 Team 台湾外套，配上绿色加油棒，仔细听背景乐还是最新应援曲。民进党2024主轴棒球风，宣传照当然缺不了满满的棒球元素，但也有人觉得这样不够看，自己带给西。今天有这个道具，就不透露我们今天要用做什么用了，到时候海报出来了，看板出来，大家就会知道了。枯手梗赖清德怎么接招，就等最终成品出炉。民进党母鸡带小鸡全力起跑，要成为这场球赛的最终赢家。镜新闻李婷、方博峰采访报道。